我想告白。今日咧，今日星期四啦，咁又是喺呢度向各位跪下，攞系一小时左紧嘅时间，嘈吵下各位先。咁啊，嘈吵各位发财意咧，歌词咧，样样嘅故事咧听得多啦。今日我所唱咧，就唔系古噃，又唔系今，你估唱咩咧？我相信各位都未聽過咁嘅理由嘅，啊，係唱我本人喎咁，我啲本人啲嗰啲驚三化點樣乜啊咁一齊唱出嚟，咁啊唱得唔好咧，望座上跪下各位啊，多多包涵，呢啲係特別嘅。因為唱嘢之中咧，未試過啊！人哋唱嘢唱翻自己本身嘅故事嘅，係嘛？咁我啊試下。咁啊，俾人嚟，俾人盜換啦！喺電台都係出盜換嘅名啊，係嘛？咁我啊出呢個名稱咧，叫做係失明人盜換。益我好啦，咁啊，系咁演啊，唱下先吓。是我本人，我想我本人乃是三不履行，一不行者是小家贫，是恨是你出生儿子生的来是歪兼兼明明天来于幼年就惨月做咗个失嘅名人，因你为第三者，究竟如何不嘅恨？因为近的来世嘅上。中意男音近你今始终歌啊词就系冇人小人帮衬时势系唔同俾啲舊人，故此真的情
不記恨。杜焕先生是广东肇庆人，在1910年出世的。咁不幸喺三个月大嘅时候，佢就患上咗眼疾，令到眼前嘅事物越嚟越模糊，结果就系只能够朦朦胧胧睇到少少景象嘅。佢屋企本来系薄有田产嘅，不过喺当时嚟讲，仲系喺个好贫困嘅家庭。1914年，珠江西水泛滥，咁佢嘅房舍田产尽毁于呢一次水患之中，当然日后嘅生活更加困难啦。咁喺冇几耐，佢个父亲亦都去世。咁嗰时佢系有五个兄弟姊妹。佢母亲冇几耐就将佢投于一位失明人士嘅老师门下学艺。真是系为此他爷唱的门，以为厦门。耽误就耽误咗三年啦。咁杜焕先生去咗河南之后咧，每日百无聊赖咧，都喺环珠桥嘅一带喺度消闲嘅。咁环珠桥就当时好多失明人士咧喺嗰度卖唱嘅地方，喺度等客嘅地方。嗱，咁于是乎，杜焕先生就喺一个好偶然嘅环境底下，拜咗佢嘅师傅孙生嘅门下，就学咗唱南音嘅窍门。佢就唔将我嚟教咧，音乐啊，我伴佢就唔教我伴咧人，佢帮我学音乐，学嘅会就会一生嘅盼我，帮我咧忘却忘却难音，佢嘅话。我试问你点解你唔学咧？因为学咗玩音乐咧，就梗系近啲盲妹啦，梗系坐喺盲妹脚下喎，啊！咁啊，人哋食
嗰啲嘢咧，都係孝敬咗盲妹先至，見你都有得食噃。尤其是啲盲妹咧，拖到去啦，有個拖婆噶，多啲好嘢夾曬俾個盲妹食啊，冇你份啊！我哋唔似我自己唱嘢咧，我哋舊時喎唱嘢好矜貴噶喎，一張台對住咧一碟生果，一碟鹹檸冰糖咁擺面前噶，一壺茶，一隻杯擺正喺度噶，啊咁呢頭。等低個插板咧，呢頭有人斟茶埋嚟噶啦，有人舉嚿生果埋嚟噶啦，咁矜貴嘅。咁啊，所以我哋笑話你唔好學啊，係要學唱男音得噶，自己登台有用。喺20年代正值中國嘅內戰，咁廣州非常之混亂，我相信揾食都幾艱難。咁於是杜煥先生同埋幾個師兄弟咧，就經石岐。澳門輾轉之間就嚟到香港，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喺嗰時廟街咧就好多煙館啊、賭館啊、妓仔啊，咁可以話紙醉金迷嘅社會。咁杜煥先生嗰時賣唱薪酬非常之豐厚，咁可以話少年得志啦，亦都改變咗佢嘅生活。不過嗰時佢只得17歲，耳濡目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嘅情況底下。不幸佢就染上咗毒癖，系我一系一嚟向啊嘅为人，系要追嘢救诶自家，但系咧八股诶文来讲，我就贴耳听尊幼，系心中系最系爱。听你心里问下事啊，也有常常怕结，我总系难辞。一种失明人，我就唔多言噶。常常一开眼，怕贫背食羊，因为。我当时不知自夜晓啊，夜晒太阳烟啦烟强，把把毒癖嘅来啊治，所以为人出身就为紧啊要啊，凡事啊嘅做来要诶三思，奸人。嗰阵啊，我就唔识嘅嚣啊，夜晒被毒劈，系一世一次。30年嘅味道，一到29年味啊，嗰阵咧系少年快乐。天地薄，天色嘅缝，有红颜知己，一同心马意。幽怨系此人，又会唱歌词，只有相处，从头谈心马味啊，日来。日过更野情，痴奸人嗰阵啊，佢哋非常闹啊热啊，冇听候啊变啊，晚晚朝朝嘅遇上，有好多系野鸳鸯来发他言啊，言败啊，自己。也在隔隔离，近你来，我怕几多叫做伤肺啊，受啊！你近日就明夜阳，一对对啊，嗰阵我。你都略带偷
初話時，行夜中都係掩住下面面嘅口㗎，非比係金馬時，男與女咁明啊樣，係合啊合嘅字有。杜焕先生認識咗一位紅顏知己，而呢位紅顏知己咧，亦都喺廟街賣唱嘅。咁當然情投意合就結為冤侶，婚後一共係育咗四名子女，不過好可惜，都一一夭折。1935年，香港立例正式禁唱，咁杜焕先生嘅生活就趨於貧困。喺1940年，佢嘅母親亦都去世。啊！94/1，真系惊，恐到飞呀上，野虫啊，听啊了，炮声嘅响啊，两边个个咧。戴着红光，咧佢话九嘅龙啊，嗰边咧就更惨马闯，系半日半日都唔咩够啦，才加就上。迷呀娘，试问人的心是咁彷徨啊，边一个呢嚟到将人叫啊唱啊，系嗰时想下呢，想下一定饿死我哋夫。苦呀伤，放牙齿，如是身咩中，佢呀曾啊曾染病肝，唯有我咧系更咩添，就惨过啦，惨过世。洗净空的囊，我知也有是几个银钱在身上家，家中定系冇系半得嘅米呀娘，好彩我哋个包租的人。如果啊也曾啊有两日把我当似多艰苦来路诶过啦，幸得11个月初九啊，系嗰时平战双方，香港。当时把白旗升起上啊，刚刚过日就咧透诶红，炮火连天，寸步难行。呢、这个形容系非常之贴切。香港沦陷，生活更加迫切。不久，
佢嘅妻子亦都去世。唉，嗰阵咧，单单我自己在家境啊，一切系家务啦，尽力变清白干白净啦，咁就无争执啊，无物他净啊。几多贫贫苦大得家成，一到正月夜叉个问来好嘅太阴媒人，系发亮嘅米啊，系配一嘅人。米单呢成了呢，嗰阵粮食啊，渐渐稳呢阵啊，一路行来系咁过过阴。虽然我自己生意亦都略稳呢阵啊，总系眼。看呢旁者真系无谓闲伤神，一切系油麻地庙街渠，人呢冧啊，常常街友在街边系新呢色阴，但凡系空铺呢。即系即嘅系严防嘅命呢运啊！每间空铺万万都有死人，唉，诗话天地啊，真系情惨嘅甚啊！见者流泪啦。闻者亦伤心，我今唉提起亦都咗冷啊震，油麻地系每夜日九龙一的带啦，真系饿死数百嘅人。退换拜瓦尸横遍野嘅景象真系令人不生难忘，而且到咗1943年，香港更加成灯火管制，喺夜晚就算杜焕先生今次冒生命危险出去埋场，都冇人帮衬。咁喺当时困难生活里边，佢认识咗一位新寡嘅师娘，呢位师娘擅唱粤曲，佢哋正好搭档一齐埋场，互相照顾。又到系反和平，和服所谓和平复转，灯一光，朗朗日清东堂，市面真系好高啊兴，连日系连夜连宵。系炮竹麻停，人人啊享受啊世界安定啊，只啊令我哋唱埋唱之人生活又更盛啊，果然啊出嚟当啊生意都麻停。真正嘅令人心高啊兴。到咗50年代开始，电台嘅广播逐渐流行，香港嘅娱乐事业就趋向多元化，人嘅选择亦都多咗，对一啲古老嘅男音揾食就更加困难。咁当时呢位师娘怕被连累，所以就同杜焕先生提出分手，而且喺1956年开始。香港亦时有动乱，所以对于一位失明的艺人来讲，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謂時令不適合啊，在我本身自從貴的使命流行，一夜落千丈无人功臣，令夜到我两人是极恶谋生，思夜娘啊又去向关向，日间门门后缝啊，是我向夜来唔咩关啊，系有咁嘅精神。睇那时又咩变，变了立即又变，千色嘅红，嗰阵啊就系一九五三年，又月又话月，思量佢心不得愿啊，见作为懒惰。心里边千无可嘅奈何，两人分呢别啊，就话是分离开系各分系各嘅坏事，时间嘅五一九五年系秋。贵嘢近啊，我不离言嗰日系有咩人嚟到将我诶揾啊，渐渐就脱嗲去脱去我啲灾厄嘅运。你估系到啊来寻揾嘅我系嘢贵呢，系抑或少啊人？问报啊痴啊，我正在。有人啊，请我食羊烟花油，一人就到床前，起夜气声声啊来，将我叫阿鬼啊，你今回出嚟新天，你快些出嚟去，又话俾我变啊，快快前去有位置的确就话是啊，刚才泪一边啊，由此入去天地国天，从今就解决本人生的苦短，算是光阴在里面唱了十几年，每星期的电台广播除了令杜焕先生提高了知名度和有一批忠实的听众之外，最重要就是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但杜焕先生是非常用心的，他每逢广播的前夕一定将故事内容安排得很妥善，因为男音是很重复的旋律，所以呢如果唱得不好的话呢，令人听见很沉闷的，所以他一定要
點樣去把握嘅劇情，點樣去扣人心弦，點樣至唱得動聽，佢係好用心咁樣去鋪排。咁而喺餘下之時咧，佢係好中意去旺角嘅蓮香茶樓飲茶嘅，因為嗰度有一班老友可以談天說地，生活過得好悠閒，過得好簡樸。我又回顧1970年，當日我在電視台唱到呢套再生的緣，釋迦逢唱到啊，樹一的半啊，正是黃的譜，黃譜笑的話，也掛人唱詩，發大言，嗰日。又迷聲的奇異家台的掌發下，還有一書的詞，原來港台這個節目有始終的傳啊，叫我即那時半月是要唱啊月。時移世易，香港亦趨向洋化，很多年青人嗰陣時候只是愛聽歐西的流行歌曲，對於男音這種咁古老的歌謠體逐漸被人遺忘。咁電台為了爭取更多的年青觀眾，於是將一些中樂欣賞咧、國學講座咧同埋男音的節目咧都一一刪去。杜換先生喺嗰陣時冇咗電台的工作，又冇人叫佢去唱，於是迫於無奈。就走去街头卖唱，游行的行家有几人，点就来为我选，点就大爷卖出的去啦，你都卖。唱街一次，我就初试一做啦，因为未曾夹嘅严噶，遇到大爷头丧气啦，在嘅街边。我在街一头唱嚟起，我都遮掩妈面噶，因为听嘢从我阿王嚟到争金马钱。日子虽然不比从前，
但幸好杜焕先生有一批忠实的拥趸，当时香港的建筑商何耀光先生呢，就是杜焕先生的多年顾客了。杜焕亦都特别提起何先生对他的恩惠。那日我哋两人去夜到滑跑马地里边啊，曾经去此处会熟多啊事，无话非呢两年只啊流诶血，你恩恩念念，如是啊系唱咧一天若还。我有气魄咧唱咧，咁就中三诶点啊若还，气魄挥选。任我唱到是几多事，可谓啊招待嘅周周啊人，好啊人嚟事噶，佢客家老友啊，人众嘅礼欠一切，欠后至阿成。不枉佢才子啊，记得我啊的少年时啊，呢位何耀光先生合家大细，人事确可好谦，不枉有钱人啊嘅家女啊。点解呢？我记得我哋少年啊，曾在广州跟埋师傅去。上台去到呢，你估食嘢呀，佢哋好啊，帮我哋啲我两师徒食呢喝台囉。茶杯呢用嗰啲叫做葵花杯，正所谓即係等于佢啲下人所用嘅。佢哋埋面嗰啲呢，嗰陣时我在少年时对眼好见下㗎，对面人我望到㗎，係啦。咁你会几喝咗㗎？所俾亲茶杯飲茶係俾佢啲妹仔呀嗰啲洗婆呀所用嘅茶杯。食嘢呢筷子碗亦係零字嘅，分开彼此嘅。嚟住我哋两师徒坐住嗰张凳呀，都冇嘅，都係零字嘅，俾啲巧凳呀，俾佢啲妹仔喺厨房食饭嗰啲巧凳呀，俾我哋两师徒坐嘅。佢家種幾幾好藝術嘅，佢買啲誒中國咁有啲文化氣質，有啊，佢又中國舊時嘅情感啊，係啊係啊，而且啲感情，係啊，就冇辦，冇唔注重物質，係啊，啲人情好深厚，係啊係啊係啊，好多人即係有好多人咧，冇啦，即係冇興趣，而且我好中意聽佢嘅音樂。杜焕先生做人非常重情义，他得过人的恩惠可以说刻骨铭心地记住，所以不单止得到同行的尊重，在他周围的人呢也都跟他非常和睦共处的。好像在广东道租了一间板间房住，那位屋主刘松飞先生的一家人呢跟他都非常关系密切，而且他还契了刘松飞先生的细仔做契仔。佢哋喺茶樓咧，都好多人咧，去揾佢傾偈咯。哦，係咩？都識得佢。即係佢好多茶客嘅。係咯，都幾十年喺嗰邊飲茶都飲過。仲有時有啲人咧係佢哋人哋話收個碼，好多有啲人咧都問佢有疑難咧，有問下佢。咁佢又幫下。所以我好多朋友咯。係。因為個人咧又嗰種貪，佢巨錢咧，係咯，佢話一般人都話有錢，係好噶，係啊，佢又冇話特別咩享受，除咗佢唱嘢去電台嗰度生，係話好啲之外，其他咧平時都好隨便。踏入咗七十年代。南音经过了海外的学者和香港的学者发掘，杜焕先生的艺术
亦都得到认同。咁于是佢就由街头卖唱走向咗严肃嘅表演场合，例如香港大会堂、歌德文化学院、圣约翰大教堂，以至中文大学。喺1973年嘅香港节同埋1974年嘅香港艺术节，南音都系其中一项代表咗中国传统文化嘅表演节目。原来啊，就咩系香港节啊？港节嘅时候，叫我前嚟去大会堂里头，就系呼耶拿的记啊！演戏时候啊，叫我以为我在台前啊唱一首便将戏里边嘅情友啊先啊唱够啊，唱啊完之后啊演戏跟住嘅后诶头。学者明鸿铮听过咗杜焕先生嘅演唱之后，认为佢艺术非常之有成就，非常之有价值。但系喺大会堂呢类咁严肃嘅场合，而唱一啲比较通俗、比较民间嘅南音咧，系好难发挥得淋漓尽致嘅。于是佢就提议杜焕先生去一间好富有传统色彩嘅茶楼——富隆茶楼嗰度演唱。咁呢一间茶楼喺70年代嘅时候已经系经营咗过半个世纪噶啦，不过仍然保持咗传统茶楼嘅特色嘅。嗱，杜焕先生喺呢度度过咗佢最尾嘅演唱生涯，亦都留下咗唔少珍贵嘅录音同埋访问。佢更加将佢自己一生嘅事迹编成歌词喺呢一度唱出嚟。望青鸭话啦，向远明咧是新娘人啊，下套系话一地云，即将来历咁就来岁夜问啊，年望问咧句究竟所系何因？原来啊，佢嘢话。来帮一衬啊，前者相逢啊，谈话云话明嗰日去，佢话先到富华龙近啊，入去富华龙茶嘅店啊。但是头也顶晕，我想一般人研究艺术史的人很多时只是注意一些高尚的艺术，对一些民间的艺术呢比较注意得少，对尤其对一些民间的艺人的一生的经历呢而就都是记录得少。那这首歌呢是记录了一个其中一个地位好低微嘅民间艺人嘅一生嘅遭遇，而且系佢自己嘅眼中语言中表达出嚟。我觉得呢个系对学术研究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价值，系留咗一个宝贵嘅资料，等将来啲人想研究中国民间说唱艺术。提供了一些很珍贵的资料了。民国人得啊似听听啊去远，你个个是从今快乐时天世界世界情啊今就唔见系刀兵咧险啊，唔见系刀兵咧险啊，从牙齿变太平天下事啊，鸡犬就无话惊。
然后个米风呢雨杜焕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长辈，其实呢他真的可以说是一代宗师，尤其是在南音将近式微的时候，他是极力去挣扎，当然不仅只是糊口那么简单，他也都将南音的艺术保存下来，薪火相传的责任他是负起了的。